OK 啊，你们知道16万原石是什么概念吗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号啊，16万原石183抽的常驻，加上这个101抽的 UP 池，从入坑到现在一抽都没有动过，然后目前等级是一个35级，他这个是实打实自己慢慢去搞的原石啊，从仆人就开始预约啊，说可以帮他抽吗？当然是可以的。那角色的话是比较少的，因为一抽都没抽过，所以说他只有4个角色，赢御三家没了，真的逆天，这种逆16万，我的个妈呀，多少啊？16万原石我没啥概念，是我见过原石最多的号了，比某些玩家的摩拉都多啊。双妹没氪过，月卡也没氪过，真就零氪。今天的零氪在此将终结他的零氪一生啊，刚好1000抽兑换。再来咱们看一下1000抽能不能抽6+5的基尼奇，35级主页的话是升到60级需要177/50/25经验，结果177/50/25，他这个已经是满足60级等级的突破了，但是御三家只有这4个角色，即便升满级估计也是个痛苦号。那接下来咱直接开抽吧，然后就是这边有可以选一个，自选一个，或者说看一下哪个觉得歪命座歪的多再去选。正常的话抽基尼奇要选这个迪西亚更好用，但迪西亚是可以歪到的，放心，看能不能出货几次不获明光啊，歪一次送一张月卡，但是耗子的话要折现，他不想充游戏啊，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东西。另外的话后面我也会给他送一些小礼品啥的，暂时保密啊。行，那接下来咱们直接去开抽吧，因为历史记录是一抽没有抽过的，直接第一发实力应该爽玩，觉得直接随便脱马70发直接出金，一看35级感觉是次超，但其实是不是的，人家是辛苦攒了好久，从之前一直说一直慢慢攒，我这看着他的原石是一点一点变多的，他天天给我经常给我发消息啊。第一支经济期已经拿下，接下来赛周7支角色再加5把专武就可以结束战斗了，10万血又是保底啊，没事只要不歪就行，问题不大。好，两次都不歪，运气真的不错了，附近连接受30 40，好，提前来了，没有触发不获明光，这但是屯屯鼠的话应该不会歪吧，一般屯屯鼠它其实挺欧的，好，当我没说没关系，40抽就是白给一个客情啊，不获明光，20到了，二抽我一命了，再来5只就可以了，来了大保底直接跳过，这是必出的。二命了，再来几只？800多抽啊，只剩800多抽了。好，珍惜10 20，哦，20来了一只啊，好，好起来了。10 40 50，他只歪一次啊，还行。来了，啊，好。没关系啊，迪西亚刚好是咱需要的角色，感觉还是来一首神秘的小曲儿比较能出货呀，直接歪了，歪了已经这是第二次歪了，看能不能触发捕获明光啊，触得太快，来下发大宝顶拿下，接下来还差两只，哦，太只歪两次，希望武器池能够多多出金啊，啊，不是迪西亚，这咋老是你啊，哥们儿你这样搞就没意思了呀，连金没给，好，没给没关系啊，哦，好，这也还行，可以接受啊，虽然没给，虽然没有连金啊，但是他二抽出也还可以啊，也不亏，那这样的话好像就差一只就可以满命了，最后一只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搞到，还差一只基尼奇，如果放一首基尼太美的话，我的个老天，我的个豆啊，没有给捕获明光，但是他歪了，但是他连金啊，那击30-40发三只好像，可惜啊歪了，那没关系，可能给双你这死有，我也没有一捕获明发的，大包得直接拿下，行，满命了，接下来是471加一点星辰，
去给他搞个满星的专武啊，山崖山王长崖，先来10发，塞索斯20发没给，他是没垫过一次卡池的，30发，定过鬼了，我早就定鬼过了，给了一把天空啊，那好，第一下就直接歪了，专武出过开。来了，专武这个东西有没有捕获明光啊？这就大宝得直接跳过了，没有给那个双金啊，没关系，还差4把，肯定没抽到卡池，抽到卡池要送6-4-8的呀。30拿下一把狼墨，我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没定过呀？哦，定了，他是定一次，他一直是这把武器是的，但武器怎么每次都歪啊？这跟剧本不对啊！我勒个豆，没想到武器是在这坑我们呢，不会给他金四吧？这太不可能了！不要不要，还是要金五的，跳过大保底啊！行，那还是定鬼过的，他这个是定鬼一次就行了。那接下来的话还差3把专武，3把专武的话能抽到100%能，但估计剩的就不多了。这剧本应该是在隔壁子辰手上呀。我的应该是一直嘎嘎爽出金不歪的呀，上次帮粉的出仆人的话，那就是运气超好的，一号2-3次连金，你受得了吗 ？OK， 该出金了，他不能一直歪啊，武器是你歪2次，我原谅你了，但是你一直歪肯定是你的不对了，对吧？对吧？我这打、啊，只歪3次没关系的。他连金不亏，大宝的直接跳过，好，还差几把，1把还是2把，惊喜了，惊喜了，背包，我真的无语住了，他3次专武，这全歪，好好好，3只还差2只，我抽3次，他歪了一把狼魔，歪了3次，好，以后YY9名副其实了，那接下来直接还差2把，最后2把能不能搞到？最后2把。不能再歪了，再歪我真的要哭了，哪有好人99一直歪啊，对吧、啊、他有没有可能他会给连金啊，你们觉得？我感觉好像要出连金了呀，抽死最好歪了4次啊！我真的无敌了，我勒个豆！赌他能出连金，你信不信？120一抽必拿2只，必拿2把专武，哪有好人一直歪啊？来了，梦回环下，山王长崖。还差最后一只，91发，刚好能够出。1、2、3、4，我真的抽了4把，专我歪4次，下次别歪了，真的让人家看笑话，我真的是YY9了，太丢人了。定鬼，先来10发，直接跳过，啥都没出啊，没关系。下一把不可能歪的，他可能会触发捕获明光。来了，也是直接连金给啊，总体来讲运气还可以啊，只是歪的概率太大了，这点不讨喜，但是只要他能就这下不歪就好了。别哥来了，哪有好人一直歪，对吧？还好没有歪，再歪的话抽5把让我歪5次，我感觉名声就没有名声了。拿下还行，还是71发，那看一下咱们总体的战绩啊，回顾一下，35级，然后卡了一个能够上60级的经验值，然后是零氪，一分钱没有充的角色啊，一共这么多啊。迪西亚的话歪的是比较多的，估计能一命迪西亚，然后是金尼奇武器的话是满金的，到时候自己精炼一下，命中的话是满命的，但是代价确实有点大了。
不过换其他主播估计跟我运应该也没我运气好吧，我感觉自己运气还不错的。十二段能换个104抽，月卡没氪的，双妹也没有氪，长度要不要给你抽 ？OK， 他直接说抽了，我还没发过去，他直接要抽，来吧，188长度看能不能出什么好东西啊？不是零氪充钱不全毁了，他只是觉得游戏氪金不值得。他说想要折现，之前说给他月卡的，直接给他整个68，这种粉丝他真的值得了，而且咱歪这么多，你不送点东西肯定说不过去的。以我的性格，之前抽到卡是都直接送68的，但是我再蠢也不可能天天抽到卡。等会儿这抽的啥？我妈呀！我又抽到卡池了，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没出金，还好没出金啊！我人傻了，人傻了，没事没事，反正即便出金了，后果我也会赔68的，放心。之前我帮粉丝抽错卡池，经常送68，老粉都知道，新粉可能不太知道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差点就完了。对劲啊呀，那含金量那可以差不多。给了氪情还行，氪金超棒，长度这么大一点，然后因为没有好给长度最不想要的武器阿莫斯之弓。哎，给了一个丽莎是吧？还行，那我就先下号喽。祝号主能够玩得愉快，赶紧去上号吧，我感觉号主已经急不可耐，已经等不着，等不及了。